是姐姐妹妹三个，三姐妹，另外一个是阿妈。阿妈也会，阿妈也会，阿妈会唢呐。我戴白手套，这该不会要推给阿妈吧？阿妈，你知道在虾米不？立冬此事的目的的就是要来看妹妹。我不是众人啦，正片开始。立冬你要进来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太急啊！好啦，啊，你们逼我们的。好，来去伯家，今天听说竟然有 special 的，是姐姐妹妹，太好了。不止哦，啊不，三个，三姐妹，另外一个妈妈。哦，亲子洞，祖孙情啊，不是，这个祖孙洞，祖孙洞，祖孙洞容啊，洞容洞容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去看一下。Hello， 嗨，你好，哎、欸，我知道他，季安啊，你好你好，季安拍影片很好笑，对对，哦，就是你跟你阿嬤哦，是的，好，那我们赶快进去，我想要看你阿嬤吹唢呐，来吧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季安跟你妹妹西西，然后还有阿嬷的家，对对，所以你们感情非常好，对不对？蛮好的，蛮好的。有了他们的影片，对啊，哎哎，阿嬷尺度有点大，对，阿嬷是快露点了，不是？你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你是才艺美少女？对啊，古筝。是你吗？还是你？该不会是阿嬷吧？阿嬷也会，阿嬷也会，阿嬷会唢呐。你们是葬仪社。那那个照片是？这是狗的照片，这是我家的狗在那边。哦，是妈妈本人的照片吗？对，是哎，合成的，合成。狗离开了才会这样缅怀它，然后做一个这样纪念。哦，是哦，还健在，怎么会就做了几个？我想说先习惯这个情绪。该不会这个撕下来是阿嬷吧？不会，不要乱讲，你不要乱讲话，开玩笑了。鞋柜有点乱哎，这边有阿嬷的吗？有阿嬷的，也有我的。这边有阿嬷的，也有我妹的。那你不要闻错哦，立冬。我跟你讲，就想起阿嬷。哎，没有，因为长辈最爱颜色。对对 对, 對，长辈紫，长辈红。真的，哎、欸，你很会哎，可以啦。胖胖阿嬷，可以啦。胖胖阿嬷，这个应该很臭。可以骂脏话吗？这种踩底的，这种都最臭。有点味道了，没有，是隔代遗传，没有。哦哟，这种感觉是拖鞋进去穿袜的，烦哎。我可以先借问一件事情，对，那他穿的这些裤子是不是也是阿嬷的？这对，哎、欸，你这个很不像，这个是本频道现在最解嗨的睡衣。我里面都不穿，然后我就喜欢穿这样子。所以你们都是穿着都是学阿嬷，就是没有所有点被影响，有点被影响。这个混搭风是看不太懂。是是是，啊，那边是客厅，是。那先看一下厨房。好、哦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阿嬷你哦，你哪里独房啦？阿嬷阿嬷阿嬷，来来来来来。哦，哎、欸，我终于看到传说中的阿嬷了。秋姐，秋姐，你每次你们拍片都是你说服阿嬷，还是根本也没有跟她讲要拍什么？没有，完全没有讲，就是今天很开心，就带她去体验什么东西，然后她就尝试这样。所以她就是一个常常会被影片外流的女生，对吧？因为你们都没有跟她讲干嘛，马上就有新的影片就出来了。没有，她有时候会自己看啊。季安的男朋友爱有什么条件？我不知道，一个月要赚多少？50万。你刚刚五十万够不够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要收。阿妈就消摊了。要收。阿妈话不要安怎？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。你做袂歹啊。所以阿妈难。安尼我甲伊做伙，你去。啊，阿妈，你讲你也要分唢呐，是真的啊假的？分一支。分。自己阿妈，哎、欸，我没有看过唢呐、欸，你真奇怪哎、欸，阿妈会害羞，完蛋了，你怪嘞，你哪呢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来，我戴白手套，哎、欸，对，可以，哦哦，这厉害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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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唢呐吹错，哎呀，送晒的。没有，我先查一下。哇，没有，我先查一下。狗下鼠了。
阿妈你卖不我想要放屎。阿妈谢谢。好。谢谢。阿妈你客厅坐一下哈，你坐一下。啊，我跟恁查某孙仔去看一下客厅，阿妈真的厉害。这是我们客厅。客哎，你们客厅没有东西哎。置物柜就是我就是一些照片啊娃娃。杂物区就是很多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正的会开心的，你有在玩这个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夹在奶头，奶头上。这该不会要推给阿嬷吧？阿嬷，你知道那虾米不？没有，这夹耳朵了吧？好了，不是啦。哎、啊欸，怎么样？超正哎、欸！喜欢吗？真的啊？这为什么打？人家夹那边，然后你拿出来，你在那边。情趣用品趣、啊，那怎么会放在这种地方？对啊，你说那个阿嬷拿得到？因为其实我很多道具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那个驱魔的，驱魔的招魂呢、啊？招魂，然后是那种扎小的。这什么啦？为什么？你们怎么这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呀、啊？很多怪东西。不是，我们一样一样来，好不好？哦、我们太复杂。解释一下，哎、欸，好，那么方便问一下你，单身多久？单身三年了。三年，所以这个就是陪伴你。这算是跟之前就是的朋友一起玩。之前的朋友，就是好。阿妈你没当。对啊，算是。哦，就是跟你之前男朋友的一起情趣用品啦。对啊。丑的、啊。大方，他完全。这是什么？这真的又是什么？而且这是阿妈的，不是我。屁啦！没有啊，阿嬷摕来。哦。哎呀，伊这是精油啊，你。你看他的那个。松快。啊，你这后悔啦，打脸打脸。哦，打脸的。来打脸的，来。你不要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别的区域哦。哎呦，妹妹。哦。是吗？哦。传说中的不分轩轾的妹妹。立冬此事的目的的就是要来看妹妹。没有啦，因为妹妹也是询问度很高嘛。好过分哦，失望哎、欸。我不是送人啦。好了好了，正片开始。好呀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妹。妹妹叫 C C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有人觉得你们其实都是长得蛮像，会误认？应该还好，不会。不会哦、喔。嗯，我是青春可爱那个阳光女孩。连阿嬷都看不下去。你们两个感情好不好？我们俩感情吗？忽好忽坏的。那感情很好的话，你们两个平常的穿衣服的风格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。是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地痞的感觉，嗯、就是西地痞，就是那种比较亲民的。亲民，清明节比较像。好，然后来按妹妹呢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也是会看到你的那个，比如说一些服装。对，可以，我跟姐一起换吗？你们可以交换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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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你穿这个不要！不要！这个是真的会弹，真的啦。那你猜猜看，这是谁？哦，盲选哦，盲选有必要吗？有，只有一个人会弹，对。那我们可以弹啊，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弹。好啊，架势架势，来哦。好。那所以你是真的不会弹？对，妹妹可以坐旁边。那这个其实这样弹都会。妹妹坐旁边。然后从头到尾带妹妹这样。哎呦，好看！这个随便穿都会觉得很像。好好，那妹妹你也……哎，你是想要瞧不起我是吗？没有这个，哎，这个要基本功啦。你们不要一直吵架哈，不要一直，不要一直。我刚刚大家就觉得我随便弹。好，来哦，姐姐才艺秀哦。啊，我随便弹哦。嗯。那听得出来是是会的。那学多久、啊？好像我学了两年呢、欸。那怎么会想要学这样的？对啊，哎、欸，这个又很占空间。对啊，我想当古人。我觉得我就是好好访问妹妹。古人通常都是不在这个世界的。好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那我们进入重头戏，我们去看房间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浴室。哎、欸，你们家浴缸是高级的哎、欸。我们平常泡的、欸，我们平常都在里面这样，双人泡的、欸。我会在这边马桶上。那、啊、你在干嘛？我在洗澡。在这边洗澡，而且在厕所我会待一个小时。所以你们会一起洗澡？对啊。模拟怎么洗？你们两个如果……你们不会这样，妈妈，立冬你要进来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太挤啊！好了好了，好了，你们逼我们的。这样子，这有点太挤了。其实是可以的，坐下来就不行。我们坐下来看看，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坐着洗澡。
那你们先洗个澡，然后我们待会二十分钟后再来。你们真的会在一起洗？会啦。不是会先洗哪个部位？比如说谁先帮谁洗头啊？各自洗各自的啦。哦，各自洗各自的。那为什么要硬凑起来一起洗？对啊，因为觉得是彼此之间交流的时间。因为平常就各自回房间啦，那有洗澡的话就是一起待在一起。所以你们两个对彼此的身体是很了解。嗯。观察彼此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想问什么？你觉得妹妹身上就是最值得骄傲的地方？啊，我觉得她身体跟我一模一样。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因为我就说，我曾经跟一个对象说，你如果再跟我妹干嘛，就下来跟我干嘛。我就你我先我就。那你们两个觉得，万一我追，你们哪一个比较容易成功？哪一个比较会是你？我是你们的菜。妹妹那个时候笑，笑什么？我觉得都可以了，其实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我们两个都行。哎、欸，可是你刚刚跟妹妹男朋友讲那种话，妹妹不会生气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姐就很喜欢，就是想要我的男朋友，他都很喜欢一起。太乱了，我再导正一下他们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房间。本身是最近感冒很严重，是不是？这是阿嬷的啦，主要都是阿嬷。这是阿嬷，这主要都是阿嬷的东西。那这个就是你们的衣服了。对，这是我们的衣服。地皮风啊，地皮风的，就是很亲民的嘛。你看我是这种，哦，这种就比较率性的啦。哦，你们偶的可不可以有点感情？想赶快结束。你们是不是不想看我的？妹妹的在哪里？你连接都不接，他就穿这样一件而已。这是妹妹的，这什么索命红，太厉害了吧？还是这是阿嬷的？真的真的真的是她的。我们来去婆家，嗯，最后都会换战服。好，你有想好了吗？你有吗？你有吗？地皮的战服，该不会是全身包手？地狱新娘的感觉，听起来就超不妙的。好，反正等一下他们会选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慢慢选。重点是你们两个平常会睡一起吗？嗯，会啊。姐妹怎么睡？哎呦，对吗？姐妹怎么睡？我会抱她，她不给我抱。我就会这样子，我就会这样子妹妹。什么话？妹妹就呜。然后旁边有一只有一只狗，狗想要 K 修哦。哎，我们曾经有访问过小应，张阿姐姐中间会隔着男朋友，这样可以吗？好像不行，但是我们曾经。是我的还是你的？你的啦，我没有男朋友。好像不行啦，但曾经有过，什么意思？可是他好像睡旁边，然后我们两个这样，他没有在中间。对啊。那你跟男朋友都怎么睡？假设我是啦。来立冬，你就躺了吧。来，你已经跪那么久了，我只要在等我 Q。对对。让我们就点到为止，不用真的。就会这样子啊。这样子哦，就你别就这样。我会干了。然后我会喜欢那个手要勾到我这边来。哦，手要在这里。那你整个人会过来。然后我喜欢你这样子抱我，就这样这样。啊，对。哎、欸，好，换太开心了吧？安的妹妹，你有男朋友怎么睡？换妹妹。你穿中后面。什么意思啦？穿这样子。他不是。你过来抱他。哦。类似这样。类似，好，你先躺。你先，然后立冬模拟。我是这样。被拉开始的意思。不是啦。哦，我知道，懂，效果。只是真没有。然后。那手要在胸部。这个不行。然后两只手要贴在一起。没有。两只手要这样子。身体要紧紧的。哦，身体要完全贴。要全部密合哦。很少有女生喜欢这样子睡。哎，不会，我很舒服啊。所以你喜欢紧贴的。不是，因为从后面抱的话，不是就贴在一起。立冬你可以吗？这种我不行。那喜欢哪？我怕被告。不是啊，我是另一半这样子。感觉是女生算是比较没有安全感，完全环抱，就是她是需要完全被呵护，所以她在感情上就是比较很需要安全感的女生。对，这种其实蛮好的，比这个，因为她那个比较累啊，而且还会一直勾你，所以她在感情上就是很主动，她可能有想到有这一天的。没有。反正至少两个选一个，我还是会住进这个家。最后，我们还是要看他们的战服，对，好不好？敬请期待。咚咚咚锵，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哦。既然跟西西已经换好衣服了，我们欢迎。哦，这个哪是地皮风？哎、欸，这个蛮性感的哦。哎、這個 OK 哦，哎、欸，难得哎、欸，你出来我没有声音。难得啊。
那、啊、你这个概念是什么？绕跑新娘？我说地狱新娘，从天堂都要地狱，都追到你为止。他的脑袋真的有点问题。好，啊，妹妹的这个就是那一套，有没有？索命红啊，搭配这个哎、欸、也哦，我、哦、这开煞旬呢、欸，可以转一圈吗？来来，哦哦哦，来了来，转一圈。哦，哎、欸，我们要支开你的意思哦。那希望你们两个姐妹都越来越好，謝謝，然后呢，在工作上、在感情上都顺顺利利，是的，好不好？来去伯家大成功，阿妈，我可以回国，咋办？好哩。大家姐姐看友好，大家赶快，不敢得罪哦。好嘞，大家赶快。真的，好啦，阿恁五十万我会给你啦。